我几多岁，你哋知噶。年龄只系个数字，我净系相信自己嘅身体。点解人人都话我唔会老？运动养生同保持正面嘅心态就系我秘诀啦。要健康，仲要显得年轻，一啲都唔贪心。你需要嘅系有科学认证嘅医学疗程。而家医学昌明，衰老唔再系必然，甚至可以逆转。外在美由内心散发出嚟，好皮肤嘅秘诀就喺里面。不老嘅传说由 Rayleigh Anti-Aging Center 开始。